前，待我拍舟上岸接得。神采啊神采，我听人哋话南海县监中走咗一班囚犯，其中有个叫做黄少阳，十分厉害嘅。官兵正在沿岸封船，哎呀，而家仲截佢嘅路，你仲埋街做乜嘢啊？快啲跟我开船避祸反啦！系啲分数啊，得啦，我有分数啦。哎呀，你就弯艇有分数，我就开船有归路咯。吓、南海县监中走咗一个黄逍阳嘛？曾记去呀年冲航空，他令中空啊走啊到半山，但愿他遇难情长得到我滚滚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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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喂，艇家，唔该你渡我去白鹤洞啦。吓，渡你去白鹤洞啊？系冇错。咦，这个人身穿豪衣，一定唔是个官差啦，恐怕要去追捕黄逍阳噃。喂，而家西河口有好多渡客船，点解你唔前去帮衬啫？喂！请家大姐，我有紧要事，我望你方便一次咁多啦。你不就你的事，我嘅系渔船，不渡客人啊。吓、啊，唔肯渡啊？哎，好，我唯有另寻第二只艇就算啦。哎呀，弊啦，我唔渡佢，别人都会渡佢啦。咁黄逍阳岂不是会被佢追捕？好，等我应付一下你。喂，翻转头。喂，艇家大姐，你肯渡我啦嘛？好，待我下船啦。慢住，慢慢都唔迟，都未曾搭好跳板啊！如果跌到你哋啲当差人啊，就算我陪埋只船。都怕唔能了事咯。
这件号衣我方才靠佢来的月玉，如今为此黑人憎。唔得，倘若我当面脱除，分惹他诸多盘问啊！哎呀，唔除就罢啦。哇！哎，诶，大姐，唔该你快搭跳板，俾我落艇啦。得啦得啦，嚟啦嚟啦，嗱，当心住好啊。好。请家大姐开船啊！坐稳啦！我官差任你们千军万马拦阻我展翅飞腾啊！我一家当年冠身霸占沙田，有若豺狼空啊我王笑啊样，命中狂中被捕，永记血的债仇啊。我在监中念百姓参受知咩无痛恨的朝廷我王笑啊样，立志推翻明啊失，乱结难啊有去途的身。开锁禁，蛟龙出海，万虎归林，可把二旗全卷紧，插遍中华旧苍生，我呢官身。夜里五阳城中任你舞爪张牙下马声劝阵保命天，白云山下要你愁眉苦面的自挂忧烦，珠海路潮滔天卷，英雄作恶。
咁啊甜啊困啊，但愿好风吹和到兄弟情。喂喂喂喂，全家大姐啊，点解你越行越慢噶？你唔见水有压时，风有压，请你加把力，快啲摇摆啦！何必咁着急呢？慢慢摇，当作游河之嘛。哎呀，乜咁啊？你睇珠江夜色景致，青山靓啊个，一轮明月朗里浮华沉啊哩，渔夫两三里。有咁好闲心啊！你睇下，可知珠江两岸正在烟尘滚滚啊！我知官兵捉拿王少阳啊嘛，与你何相干啊？啊哦，唔通你系？唔关我事，唔关我事，我不过去平洲探亲嘅咋。哦，咁探亲就慢慢都唔迟咯。我唔系快啲摇啊，大姐。这个官差心甘情愿，为了追捕犯人，他欲想快行船，我故意慢半慢啦。喂，你想我赶快摇艇？你又识唔识我哋艇中嘅规矩噶？你哋有乜嘢规矩噶？有定啦，有叫做如潮问答，你能够答得通，我就摇得快。咁啊，好，你随便问啦。听住嚟啦吓。我你问啦。你哋是公门贵客，一定识得许多。千万啊，这一座广州城，收足在何年份啊？传说五洋随先知，那时足成最月人啊。系啦啩？又算你，老班师傅。
望爬周塔，高耸插白云啊。白云山美景多，何似风光前燕尘数白云晚望，而数景泰归真啊。何以观音山下水飘香，流花桥畔花如锦啊。何以乐融清一节？啊？系。啊？站啊嘛！系，我个花塔有九层啊。光孝子最早兴建那，还有海棠和大佛，西关长寿的愚公华林啊。光孝子最有名，有棵千载菩提上绿荫啊。华林寺啊，哦，华林寺啊，五百罗汉确全神啊。大佛寺怎样得名？当然个大佛大得很啊。海棠寺这大佛来几尺深啊！嘿，边个得闲将只大锅亮？让你坐在船头慢慢淋啊。岸上啊，迎啊，官兵儿啊，兵也近啊，他借故来阻慢，停就不前行。喂，算我对答不那通，你肯要不你肯啊？你有答通路数问，想我要听问不难啊。你也不叻盖我啊，我有非常要事不能阻我，是也神啊。喂，到底你要也不要？你答唔通我就唔要咯。你唔要我来要。还可忍，提起呀你呀
南海悬崖，我怒火烧心，知你有心来作梗，逼吴恶向胆边生。我先送你落水耶，精国。你勿欺人啊，太深。同阿安上可以任你横行啊！金銮大宴也任中横，吓得万恶昏君心胆震。才语气又不似是当差人啊！喂，若要逆水快行舟，你必须表明啊，身啊！既听我口中的说话，好丑你任你来分。如今我已明了，你请你休多盘问啊。我就是黄逍遥啊！哎呀，咁你就早啲出声啊！轻舟破浪向前行，千里燕快得慢啊！白鹤洞边转眼到。你壮脱险，敢啊！因咩心？